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由于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的政策，日军迅速占领了全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庄严提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热血儿女揭竿而起，他们拿起武器，奋起抵抗，浴血奋战，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带领东北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孤悬关外，缺枪少弹，爬冰卧雪，前仆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感天动地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临近中秋，凉意已深，沈阳城北的军营里驻扎着保卫这座城市的精锐部队东北军第7旅。与往常一样，晚9点熄灯号准时吹响，619、620、621三个团约7000名官兵按部就班的熄灯就寝。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距离第7旅的营房只有800米的铁轨边，所要发生的一切即将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北大营官兵们，有的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跑出营房，就已经不明不白地倒在了密集的枪炮声中。日军从不同方向进攻北大营，而当晚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代属军务的参谋长赵振藩立即打电话给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转达当局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强调虽是口头命令，但要求官兵们必须绝对服从。官兵们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许多人手无寸铁，
因为大部分武器都已经被集中起来锁在仓库里。北大营的官兵们不明白，平日里寻衅滋事的日军竟如此大开杀戒，而他们为什么不能抵抗？他们也是军人，却只能接受荣臻这一古怪的命令。于是，这支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连夜奔逃。只有部分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全旅三个团先后冲出日军包围，撤退到东大营集结待命。突进北大营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士兵呢，和下级军官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曾经还击过，但是这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不得不撤出，因为他上级有命令。19日凌晨5点，日本关东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同一时间，驻辽阳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率步兵第15旅团分成2列火车抵达沈阳，并立即派16联队攻占了航空处、飞机场、兵工厂等地。仅仅1个小时后，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战斗整整打了一夜，沈阳城的市民们以为日军还在演习，直到天亮，大街小巷内尽是未燃尽的硝烟和满目刺眼的日本国旗。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整整14年黑暗岁月开始了。19日上午，市内街头巷口张贴着日本军司令官布告。为布告示，昭德昭和6年9月18日，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屈其余威，悍然袭击日本守备队，势必开始对敌行动，自甘为祸首。这份布告的落款是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918事变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这个念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日本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统治者丰臣秀吉就制定了这样的计划：首先征服朝鲜，然后征服满洲、台湾、菲律宾群岛，最后迁都于中国本土，建立大亚细亚日本帝国。1868年，日本天皇明治登基后，很快就确定了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经济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图谋更为庞大。统治集团进而制定了吞并朝鲜、侵占满蒙、侵略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而中国东北特殊的地域和丰厚的资源，在日本政府眼中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基本条件。于是，这个岛国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清王朝花费巨资建造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竟然全军覆灭。1895年4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方不仅获得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攫取了在中国通商、开埠、免除关税等许多特权，而且还控制了朝鲜，霸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1904年2月，继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挑起了日俄战争，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任战火在自己的土地上燃烧，最终俄国战败。1905年，日俄两国在美国普斯茅斯签订合约，俄国将其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让与日本。两次战争令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尝到了甜头，战争对他们是获取资源和积累资本的最佳手段，好战欲望随之膨胀。纵观近代的日本史，是一部不断战争、不断扩张的历史，侵略成为其谋求发展的重要筹码和主要手段。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一连串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史称东方会议。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份对华政策纲要，这个纲要表明日本已经决心随时以武力保护在满蒙的既得利益，趁机吞并满蒙。满蒙指的就是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田中义一表明日本对于满蒙应有积极根本的政策，在这份决策中有这样几句话：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东方会议及其确定的对满蒙积极政策，是日本对华政策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日本开始了推行田中的强硬外交路线。1929年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沉重打击，日本这个依靠能源进口的岛国同遭厄运，银行纷纷倒闭，一大批中小企业因借贷无门而生产停滞、破产，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和动荡，迫使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且开始急速膨胀。1931年开始，日本加强国内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变为军国主义的主体精神，日本民众崇敬神灵的传统意识被军国主义利用，转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诱导日本民众对天皇要绝对效忠。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政策和号召，在学校里面让女学生们开始练习千米速跑、射击等等体力测验考试，要培养军国女性，
要保护培育一代又一代军国母子。日本女子高中里面有修身课、公民课，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已经融入到了日本国民生活之中。一批批用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在日本国民的热烈欢送中被送上侵略战场，在为皇国而战就是圣战的口号下，他们穷凶极恶，残暴无比，肆意杀戮中国以及亚洲邻国的人民，给受害国人民造成巨大而深重的灾难。日俄战争之后，交战两国在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南北对峙。沙俄被迫将日军控制下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日本将其定名为南满铁路。满铁并不是一家单纯的铁道管理公司，而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总枢纽，它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将满蒙这条生命线上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除此之外，它还设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广泛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它用巨款收买汉奸，拉拢中国的官僚、军阀，从各个方面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服务。这其中就有奉系军阀张作霖。1918年9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握有重兵、雄踞一方的东北王。张作霖于1924年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执政东北期间，在与日本的勾结与利用中也有矛盾，他对日本提出的东北筑路、开矿、租地等危及东北权益的无理要求，或抱拖延态度，或有所抵制。于是日本决定除掉张作霖。1928年，张作霖在与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交战中失利，决定撤回东北。6月3日，他乘专列秘密离京返回沈阳，在专列行至沈阳郊区黄姑屯附近时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迅速稳定了东北局势。1928年12月29日，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一再干涉和威胁，毅然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这一公开与日本政府对立的举动，激怒了日本的侵华势力。加上此时的日本国内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日本国内势力支持武力夺取中国东北。面对这样的局势，最高兴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两个军官，他们就是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45岁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年轻时代就已经立志把一生赌在中国。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板垣征四郎就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做详尽的准备。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就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中宣称，满蒙的资源是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石原莞尔
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并深通战略。这个战争狂人决心策划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1928年10月，就任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制定了以寡制众的攻克沈阳城计划。他的方针是，万一发生事端时，要闪电般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打倒其政权。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完成的《满蒙问题思鉴》一文中说：“满蒙は我が国の発展のためには最も重要な戦略拠点。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我国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占领满蒙不只是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1931年7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中心，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从1929年7月开始的两年间，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通过这些所谓的旅行，进行军事侦察和战术研究，拟定侵略东北的作战方案。日军用各种方式对东北的地形、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侦察，并以访问为名，在沈阳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暗中侦察。在918事变前，北大营对于日军来说已毫无秘密可言。1931年4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把援助辽阳的日军第16师团调回国内，另由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仙台第2师团接防。第2师团是日本精锐部队之一，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正好适应中国东北的气候，便于长期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从国内秘密调来24厘米口径重型榴弹炮2门，由神户运至大连，再转运到沈阳，安置在沈阳南满路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炮口直指北大营。日本关东军在加紧军事部署的同时，开始制造舆论，寻找占领东北的借口。然而东北军和国民政府一再忍让，使关东军无法开战。就在这个时候，急不可耐的日本人终于找到了借口，而且不只是一个。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是发生在长春县万宝山，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饮水问题发生了争执，并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各地制造排华惨剧。日方还向中国提出数项无理要求，妄图扩大事态，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中村事件让日本人找到了第二个侵略东北的借口。1931年6月，日军大尉中村镇太郎带领预备役骑兵草长景山严太郎等人，化妆成中国人，前往中国边防要地新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6月24日，在新安岭区秦公府被东北军屯垦3团官兵发现，经检查搜出军用地图、日记等证物，确认系间谍侦察，决定将其处死。中村意识到死到临头，混乱挣扎中手表脱腕而飞，被3连司务长李德宝拾起。随后日本间谍中村被秘密处决，虽然此事在部队中严令保密，但还是因为遗失的手表
而被日本情报部门摸到了线索。日本借此一面提出强硬要求，一面在国内制造舆论。8月17日，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称，中村被中国官兵残害，全部财物被抢夺，蓄意鼓动国内的侵华情绪。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两个理由罢了。7月1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部队对中共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后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称为攘外应先安内。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制造这个舆论，叫做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内部国内没有平定下来，没有安定下来，不能一致对外。面对日军蠢蠢欲动、咄咄逼人的情势，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8月中旬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局势。9月6日，张学良电嘱辽宁省主席臧世义，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巡视，我方务需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2个星期之后，这将成为他人生中最痛心疾首的一道命令。对当时30岁的少帅张学良来说，他所保卫的这片肥沃土地注定将在这一年陷入灾难的深渊。8月20日，本庄繁入主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这位曾经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新任司令是个中国通，对中国东北的情况了如指掌。刚刚上任，他就向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并审查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作战计划。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对南满路和安凤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连山关、公主岭、长春、奉天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并组织多次演习，平均每隔一天就有一次。演习从白天到深夜，日夜枪炮声不断，甚至把东北军兵营作为攻击目标，气焰嚣张至极。9月18日上午，本庄繁在辽阳检阅第2师团，并发出指示：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需有一日之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同时，这场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和石原也紧张地等在电话旁边。一场侵略战争已经准备就绪，犹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9.18当晚，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介石打胜中原大战1周年，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与英国公使在北平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的经典剧目《宇宙风》。而此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正在永绥号战舰上。据这份1931年9月20日出版的《圣经时报》记载，南京18日电，蒋介石今日10时乘军舰永绥向汉口出发，预定在汉口开军事会议。此时，北大营的约7000名官兵早已进入了梦乡。按照已确定的行动计划，日本铁道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7名工兵悄悄潜入到沈阳站附近的柳条湖，并放置了2具穿着东北军军服的尸体，
以制造假象。随后，在靠近北大营一侧的南满铁路线上，埋下了小剂量炸药。10:20，引爆了炸弹。爆炸发生后，河北莫守向守备队第二大队本部和沈阳特务机关报告，谎称北大营中国士兵炸毁铁路，正在激战中。守候的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收到河本报告后，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第二师团29联队进攻沈阳城，接着又急电关东军司令部向本庄繁报告。11点刚过，刚刚返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本庄繁就接到报告，不仅批准了板垣代他发布的命令，还称赞板垣的主动精神，同时发布电令，命令第二师团等有关部队迅速集中攻占沈阳。命令南满路、安凤路沿线日本驻军迅速占领安东、凤凰城、营口、长春等地。事先埋伏在柳条湖以北的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向北大营攻击。在同一时刻，设在日本兵营的两门重炮开始轰击，炮火异常猛烈。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上级不抵抗命令。日军冲破北大营铁丝网，进入营区，开枪射击。19日清晨5点多，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6点占领沈阳城全城。号称全国最强大的东北边防军空军的260余架飞机，一架都没来得及起飞，就全都落到了日军的手里。全国最大的、曾经让张学良引以为自豪的兵工厂，也落入了日军的手里。步枪11.8万支，机枪5800余挺，各种火炮3091门，军用汽车2600辆。子弹可装备10个师，全部被日军夺取。就这样，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面对突然来袭的日军，竟然一触即溃。日军在占领了北大营之后，无耻地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拍摄了918事变过程，日本人称为柳条湖事件。在他们的影片中，东北军蓄意挑起事端，炸毁了南满铁路，日军则被迫还击。这部影片完全颠倒了黑白，日本侵略者的阴险和狡诈暴露无遗。9月18日夜至19日上午，南满路、安凤路沿线的日军全面出击，先后占领了富县、海城、营口、辽阳、铁岭、四平、公主岭和安东、凤城、本溪、抚顺等地。随后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驻沈阳。从9月18日夜日军进攻北大营起，到9月末日军迅速占领长春、吉林等战略要地，其投入的总兵力约20000余人，而当时在辽吉黑三省的东北军有16万人，东北军几倍于敌，不战自退，有土不守，造成了中华民族抗御外侮史上的奇耻大辱。受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东北军政高官对日军侵略阴谋事先毫无警觉。9月20日后，日军按其原定计划迅速向各地攻击，大部分东北军警溃退，军政高官投敌叛变，
并引狼入室，使各地迅速沦陷。军官大部分原来受日本教官的培养，那些日本教官往往可不是简单的给你上课，他拉拢你，请你吃饭，然后来讲呢，就给你好处。各地的日本领事也是这样，在各个城市，官员定期组织他们到领事馆来，吃喝玩乐，还有什么日本艺妓相陪，然后到时候给你钱，这些人会白给你钱吗？这实际上就是拉拢收买嘛。说当时东北相当大一部分日本的这个被日本收买的官员，就已经是控制了各个要军了。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跟很多人打了招呼了。你比如说，当时吉林的参谋长西洽，那实际上也完全受日本收买，在日本士官学校上学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收买。当时来讲，他就已经得到日本秘密通知了，想办法控制吉林局面，不要抵抗。他真控制这个吉林省，就是省会，当时省会在吉林，吉林不要抵抗，他欢迎日军前去。其他很多地方这个军政官员也受到日本的这个拉拢，这就说平时你不注意这个侵略者的渗透，包括精神上、文化上、经济上渗透，说到时候总有总爆发的一天。9月21日，吉林省边防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率3个旅投敌，吉林不战而落敌手。9月24日，汉奸袁金凯等人组成了辽宁省地方维持会。9月26日，为吉林省临时政府成立，西洽任长官公署长官。10月1日，桃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变投敌，宣布自任东北保安边防总司令。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张景惠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直至1932年2月5日，哈尔滨陷落，日军仅用4个月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辽吉黑三省。沈阳市福安巷3号有4间其貌不扬的青砖瓦房，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旧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在东北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东北成立了领导东北革命的统一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9·18当日，日军占领沈阳时，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罗登贤。1931年，罗登贤虽然只有26岁，但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并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的他，已经具备成熟的领导能力和应对能力。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同时，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图谋十分警惕。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一敏于9·18事变当夜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从9月19日起，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发通电要求政府抗日。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民众、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10月，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尚未占领的哈尔滨。1932年1月15日，
刚刚迁至哈尔滨的新省委，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东北组织啊，就是满洲省委了。嗯，满洲省委就动员了全体党员啊，全体党员到原来的工作比较深入的地区，就是农村，在那农村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罗登贤又将这一次决议上报中央，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向东北派来一批批重要的军事斗争骨干，协助各地的战斗。1931年11月，中共大连特委书记佟长荣调任东满特委书记。1932年1月，被党营救出狱的杨靖宇、赵尚志陆续来到哈尔滨。1932年2月，周保中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李兆麟、魏正民、张甲洲、曹国安、宋铁岩、赵一曼等一批党团员也陆续来到东北。918事变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有几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有党团员2000多人。然而，正是这2000多人，像不息的火种一样，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14年熊熊的烈火。北大营，这个记录着民族耻辱的名字，今天只是沈阳市区东北部一条道路的标识。距离这条道路的不远处，有一片普通的居民住宅，灰砖青瓦之间似乎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与伤痛。这里就是北大营遗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光绪33年，即1907年。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有感于奉天乃是清朝的肇兴之地，为加强防务，倡导修建了北大营。从建成那天起，北大营一直是中国东北驻扎精锐部队的所在地。这段辉煌荣耀的历史，最终结束在1931年9月18日。当年的柳条湖铁路如今早已废弃，在它的不远处树立着一块残立碑，碑上累累的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918。每年的这一天，沈阳上空就会响起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它提醒今天的人们勿忘国耻。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余万人，遍及东北90多个市县。现在建设新国家，就是本着这种的主意。虽然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抗日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但他冲破了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禁锢，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振奋了民族精神，